贵州人的同乡会成立。总领事刘洪明女士亲自来到现场，蓬荜生辉，掌声欢迎女士。各位贵州人，还有贵州人的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在此呢，我请代表中国领事馆对同乡会的成员。再来有请贵州省省委办公厅新闻党委书记张先女士致辞。借此机会呢，我谨代表贵州省2014年赴新加坡公共管理与领导力提升专题培训班，向新加坡贵州同乡会的成立，向宋会长和领导成员的隆重表示热烈的祝贺。代表新加坡同乡会和联合总会恭贺新加坡贵州同乡会正式成立，衷心祝愿贵州同乡会兴旺繁荣，队伍昌盛，蒸蒸日上。谢谢各位。预祝贵州同乡会挥舞长龙，再创辉煌。谢谢。能够挥舞蒸蒸日上，能够吸引更多的贵州同乡能够加入，能够把贵州同乡会发展壮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衷心祝愿贵州人民同乡会的贵州同乡蒸蒸日上，能越办越好。我们来到新加坡，那正好呢，就是我们的家，替我们的贵州会办得越来越好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领导，感谢总理事长宋汉赞、张书记、各位嘉宾、各位来宾，我幸运能听到你们的分享，对于我们以后的办好同乡会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，以后还要向你们多学习。感谢大家的参与。今天的大会办得非常的成功，谢谢各位。下面呢，请大家在一起照一个合照。